明明记录员更恶心，可是感觉会玩记录员的好像不多哦。我可能封到大门废墟那边。哎，我这边没鸡耶，我要直接去小屋了。鹿头，哎呦，这个疯了，哎，咋被挨一刀哎？好，抓到，而且是蓄力的那种，他追他了，刚没变，他怎么还带到？他抓我，他抓我，他抓我。哎，是有蹦掉。在想啥？哎，哎，你搞靠！哇，这僵持很久、哦！你来救，你来救，你来救！有点不太妙哎、欸，说真的，他这样子是要补血，大票时间没在休息，而且又文盲。你应该可以压满救吧？可以啊。对啊，反正你有小男孩。啊呢？帮我挡一下可以吗？绕一圈，绕一圈。好，过过过来，帮我挡，帮我挡。对，帮我挡一下。哇操！你胆胆的，哎呦！好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哎呦我操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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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，还有困兽！你有困兽，那你刚开始真的是爽赚到打那个佣兵。他应该要用闪现干掉我了。一讲就出来，揭开。投降了，你妈你我皮掉了。嗯，对。